柴米粥喽。柴米粥加洛京，好啦，依家上去。啊，呢度有一个十二生肖嘅标距柱啊，呢个第一只应该就系老鼠啦。好啦，继续行。啊，第二个标距柱系牛啊。好啦，依家嚟到第三个生肖老虎啊，应该系。啊，呢度有一个啦，兔，呢个应该系兔仔啦。我嚟到第一个观景台，第一景船湾淡水湖。哦，呢度又嚟到一个十二生肖，头先系老虎，龙啊，呢度蛇啊，呢条蛇啊。继续上。啊！前面有一个观景台，啊，嗰个马乸定马公，你就一定睇唔到。啊，呢度有一个啦，呢个系马。呢度第二个观景台。下面就是船湾淡水湖，现在离开第二个观景台，这条嘉乐径都好靓，这路都好靓。又见到一个十二生肖，呢只系羊啊！前面呢度有一个生肖，马骝啊，只马骝啦！啊，猴子啊！继续上，啊！前面又有一个观景台啦，应该可能系最高个位置都唔定咯，上去睇睇先。啊！呢度有一条标高柱。后面就是八仙岭啦，船湾淡水湖。后面的山就是八仙岭啊，最高那个右手边这个就是仙姑峰了，应该是。
第三景八仙岭，下面就大美督村，再过啲呢边就系龙尾村啦。啊，睇到慈山寺嘅观音像。好啦，依家离开第三个观景台，落山。好似佢唔知几个。啊，前面又有一个十二生肖嘅标区柱啦，睇下咩事先。哇，呢只鸡啊！啊，你睇。好啦。繼續去揾其他嗰啲，好啦，呢度又有一條，哎，十二生肖噶啦，哎，狗仔呢個，呢個係熱狗。依家嚟到第四個觀景台。第四景盐田仔及周围的岛聚，啊，这个就是盐田仔了。啊，这个龙尾沙滩啊。慈山寺不少少了，龙尾沙滩后面嘅就是慈山寺的观音像。好啦，依家离开最后一个观景台，开始落山啦。啊，头先就喺呢条梯级路行咗落嚟啦。好啦，见到最后一个生肖。猪啊！依家喺条梯级路落翻嚟个分叉口啦，呢条右手边咧就系我哋头先上去个位置啊。好啦，依家落翻去啦，大美督啦。依家落翻嚟大美督加乐径嘅入口。好啦，依家出翻去烧烤场。